你的衣服真的很好看，移动速度很慢啊，生生同学。我都不敢认你。为什么？没见过你穿夏装。那是因为我们是在冬天认识的。试试。 哇！我那条好大。嗯，还有这边。嗯，他们一直吃，不会撑吗？嗯，是个好问题啊。那我们可以尝试着让他们先消化消化。 我们溜达一圈回来再练。好。哇，伤人的。嗯。你会骑车吗？会啊，小学6年级就会了。不过有个缺点，就是不会上下车。小时候跟我哥学骑车摔过，有了心理阴影。后来呢，就只能踩在地面上上下车。所以啊，骑车要挑座位最低的骑。最低的。嗯。 你家里有几个哥哥？5个，都是表的。哦，我爸爸家那边还有2个堂哥，不过都年纪太大了，不太有共同语言。家里不会就你一个女孩吧？对啊，就我一个，所以他们都叫我哥宝。哥宝？嗯。大家都很宠你。嗯，以前觉得还挺好的，在家里横着走，有好吃的都给我，逢年过节收到好多好多礼物。 后来就慢慢不觉得了，他们一长大，一上大学，就一个个变家长了，等于我有了好多好多家长。哦，这次我四哥还想请假陪着我来，太可怕了。试试看。嗯。可以吗？嗯。我爸妈家人丁少，亲戚走动不多，经常是我自己一个人，羡慕这种热闹的。难怪你喜欢和他们待在一块儿。 看得出，嗯，当然，虽然你话不多，总是让人他们胡闹，但是能看得出来，你很喜欢这种闹哄哄的氛围。嗯，走。嗯。哎，你不要骑在我前面，我怕撞到你。嗯。也不要骑到我旁边，我旁边有人骑车，我会分神。好，我跟着你。好。 看介绍说，那边就是漓江。我们可以坐竹筏出去吃饭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先在路。嗯。下坡慢点。好。不热呀，从外边。 心静自然凉。<笑>哎，你别装了，都认识100多年了，怎么了？那几个臭小子在我房间打麻将，可睡午觉都不行。好，你看我就说吧，老周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我这次不是拉了6个赞助商吗？其中有一个临时撤资了，这挺突然的。你就知道你找我准备好事儿。嗨，我补上了，继续干吧。财大气粗。 彼此彼此。哎，不，那叫什么来？哎，哎，嗨，小静，不热，在外面坐着，我走一会儿就出汗了。你看刚才我就跟他说，我们里面点了下午茶，要不过来一起吃啊？哦，里面有空调。哦，好啊，这怎么上啊？那不绕去。这边。 那等我一会儿。你什么时候点下午去？现在点来得及，等会儿就说是你要吃非要点的啊！你推我身上干什么？我必须肉，然后一位女孩才能吃得下的。要我说，绅士这方面还得是你，真绅士。去点，快快快！你自己点去。撤资了啊！
去，您跟我走下去。哎，小姐，周总。哎，去。嗯。啊。你坐这儿吧。东西收拾好了吗？哦，收拾好了。这大热天的，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走啊？我本来想拍几张照片，但真没想到天这么热。是挺热，所以我才叫你进来吃点东西，凉快凉快。马上，他这边啊，西餐不是。对，怎么样，小青？作为咱们合作方之一，对这酒店还满意吧？哦，挺满意的。我第一次住这么好的酒店，谢谢了。住这么好的？这是我一朋友推荐的。空气不错，这啊。挺清新的。对，我们家这就风景好。有的时候吧，我有时候就。在外地就想家，干嘛？饭钱你得转我啊，250。那我不投资了。钱你得转，资你还得投，不然我不陪你演呢。活该你失恋。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工作了？没有。你看，这鸭子真漂亮。这是肉鸭，专门用来吃的。这么好看，吃太浪费了吧？看着赏心悦目不好吗？那边那些白色的，倒是用来下蛋的。这几天我不吃鸭子。这边太帅了，要不你去那边腾一张座位。好啊。哎，姐你慢点，前面搭下坡。你双手那条比单手那条，一会儿给甩出去。要不是你求着我陪你做竹筏，真懒得带你玩，下个坡磨磨唧唧的，麻利点。
这不快10周年了吗？你总不希望我鼻青脸肿上台吧？哎，生生，这么巧，我以为你们早出酒店了。我们在这儿等竹筏呢。哦，我们俩刚才来过一圈了，没人，凑不齐四个，咱们现在正好四个人。上船吧。好。难得见你打扮自己啊，莫老师。人为悦己者容嘛，莫老师也免不了俗。看得出来，你们俩穿的倒是挺朴素的，应该对对方都没什么意思。他挑衅我们。我们两个都搭了十几个戏的 CP 了，能嫌弃对方吗？就是啊。嗯。趁天还没黑，还不赶紧上船？快走了，多多姐。真看不上我？你被小情侣传染了，想谈恋爱？我呀，我一个人挺好的。休息过了，是啊，都快忘了生活什么样。每天除了隔壁棚就是医院的。你们俩是一个学校毕业的？对啊，他是我师兄，我们俩高中在网上认识的。高三我填志愿的时候，他帮我参考，后来直接就考他学校了。那个时候莫倾城课多，还是我帮霍亚颂做的家教辅导。你一直跟我讲过数学题。那你考没考上啊？考上了。算是我师兄了。对啊。怎么不早说啊？不敢说呀，怕某人以后套近乎。七一过，我们经常到那个下面去抓鱼，那个下面鱼多得很。哇哦！坐稳了，前面就是溪流。哦，好。溪流。